欢迎大家收睇今集嘅恐怖视线，我系潘少聪。嗱，今集咧咁啊，请嚟我身边呢位嘉宾朋友咧，咁佢经验咧比我咧就老到好多。嗱，边方面嘅经验咧？嗱，佢就经常去灵探啦，咁所以咧就比我咧喺呢方面咧资料更加充实，所以揾嚟倾偈。就阿峰 ，hello， 峰你好。系 ，Evan 你好。系啦，咁我都知道你由2004年开始啦，即系到而家都不停去到唔同嘅地方灵探咁样啦，系咪先？冇错。嗱，其实边个地方你觉得系最有印象深刻，同埋都颇系恐怖噶啦件事？利祥楼咯，顺利村利祥楼。顺利村利祥楼。斩头案。哇！一讲呢单嘢，大家好记忆犹新啊。系啊，真系记忆犹新。即系个爸爸突然间失常性。系啦，冇错。斩咗个头。个头。系啦，系啦。OK， 呢单嘢咁点啊？咩事啊？其实系嗰日系收到个电话嘅，我突然间，即系我哋系案发之后冇几耐就已经上咗去睇噶啦。哦。做个采访咁样嘅。OK。咁啊，當其時去到個目的地之後，已經係夜晚12點幾嘅一點咁上下啦。之後我哋好好彩，就喺利祥樓側跟咗公園仔撞到兩個街坊。哦，咁啊，同我哋講解翻有啲靈異事件發生咗。嗱，我聽過啲咩咧？我聽過就話有時夜晚咧會聽到個喊聲，係有喊聲，所以佢哋會驚到話要搬遷啊、調遷咁。係啊，咁同埋佢都同我哋透露翻就係話，原來喺嗰等樓咧，有啲 lift 咧，即係都會有陣時會見到啲女鬼啊！嚇，係啊，有啲女鬼啊，甚至乎係啲電梯會即係失靈咁樣樣咯，係啦。OK， 咁嗰兩位街坊都好好人，帶咗我哋上去，係係啊，因為要避過嗰啲管理人員啊嘛，冇錯，係啦係啦。上到去之後，去個單位睇，咁當其時我朋友就叫我去即係揭開嗰個單位嘅氣窗嘅，諗住去影，但係我梗係唔敢啦，係咯。咁嗰位朋友，因為佢女仔嚟嘅，咁佢就算啦，咁我自己揭，但後屘翻咗就係揭唔到嘅，好實，好實嘅，係啦。咁啊，無計可施之下，咁啊，梗係唯有走啦。係。咁當我哋要走嘅時候，就去搭 lift 啦。咁喺經過去到 lift 口之前，經過一個彎位咧，就發現到地下一攤類似血跡咁嘅物體。哦。係啦，咁我哋就落咗樓啦。係。落完樓之後，點解咁深刻呢？就是因為我落完樓之後，我兩位朋友去了第二度繼續去找啲資料啦。當一個人等的時候咧，我大髀就懷疑俾靈體掃了一下。大髀啊，呢個位置係啦，掃咗。其實係大髀呢個位內側呢個，直頭係內側呢個位。冇人嘅你側邊？冇人。點樣掃法咧？係感覺係點？佢係咁樣樣，即係咁樣掃，由上至下，咁樣摸咗一下。咁係咩感覺？好熱。好熱啊！摸完就好熱，熱到咩情點樣情況噶？就好似一煲啱啱煲滾嘅水嚇落你嗰度，咁辣，真係好辣。但係唔係話靈體會凍嘅咩？唔係感覺上，其實唔係嘅，因為我後屘問過啲法科師傅咧，佢略略提過下就係話，原來佢喺道教入邊有一種所謂嘅精氣神嘅嘢啦，即係等同我哋普通認知嘅氣，因人而異嘅。當遇到呢啲嘢嘅時候，有啲可能會熱，有啲可能會凍，就咁嘅情況。哇，咁啊，即系原來阿峰可能有機會俾靈體摸過添啊！不過諗翻成件事咧，都幾恐怖嘅，即係到而家個頭都揾唔翻啦咁樣啦。係啦，咁所以希望呢啲咁樣嘅家庭倫常慘劇咧，唔好再發生。嗱，即係嚟線料部分啦，因為阿峰都去過好多香港唔同地方猛鬼地方靈探啦，會有一個地方要特別提醒啲駕駛人士喎，係咪？係新娘潭。唉，一定知啦，太多交通意外發生啦。係啦，太多啦。係。係啦。啊，邊段要留意啊？特別係如果係揸車嘅朋友，好多都知㗎啦。咁啊，由新娘潭路，即係譬如話喺大埔方向入啦，入去路景，即係入去鹿頸嘅方向。係。咁啊，由嗰個郊野公園嘅管理中心開始。嗯。一路去到新娘潭路嘅一個巴士總站，係啦，嗰段路，因為其實過彎位都叫做多嘅，嗰段路係比較特別要小心啲咯。同埋你咪喺嗰度見到好多企喺側邊啊，定係點樣？有，其實企喺側邊反而少，哦，穿插嘅多，穿插，係啊，即係點啊？來來往往咁啊？係啊，來來往往嚇，係啊 ，OK， 多啲嘅，多啲，因為我自己都有真係有試過連續幾架車咁啊，行嗰段路咁。最頭嗰架車本來都開到六七十噶啦，但突然間收油得到二三十咁樣。因為見到嘢穿插。哇！嗱，所以咧經過呢個行車嘅地方啊，特別係嗰啲揸電單車嘅朋友啊，又或者係中意開快車嘅都小心啲啊！小心啲啊！